Hello， 大家，我们今天来 Island Staycation。这一次选的hotel 感觉还挺满意的。嗯，房间又大，然后价格也很便宜，算是便宜啊。然后很好拍照，但是我们不会拍。check in 了 hotel 过后，我们就在附近走走，然后发现了这里我们选的hotel 是一个 tourist point 啊，然后有很多 hawker food 啊、cafe 啊、喝酒的地方啊。然后下午我们去了一个 cafe 叫 The Mark Shot， 然后在那边待了一个小时，因为我们一进到 cafe 就下大雨。然后我们下午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好吃的好喝的，然后我们走了很久，最后我们决定刚好采个条回去吃。我就想说晚上要出来走走，那你知道喝酒，那你知道给我们出来的时候很恐怖啊，很多人怪怪的人啊，那种不知道奇奇怪怪的人，可能其实他们是OK 的，只是可能我们两个是小女生，突然间大半夜走出来，走路到一半，有人问我要不要喝酒，吓我，所以我感觉被吓到，然后我们走路也是很仓促，这边就拼命要跑啊跑，结果我们到那边没有喝到，我们就走回来了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是带出来吃早餐，来到了咖啡店，就是这里啦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，有番薯干，然后烤面包两种不一样的烤面包，然后有这是鸳鸯，是茶，鸳鸯就是有茶，再加咖啡。然后我们就是在这里的生意很好，它有限制，每一桌只有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。那我们吃的是海南鸡饭，我们午餐吃完过后就要回北海了。靓吗？也好靓没？好靓吗？好靓。哇，好靓哦！好靓哦！很配合。